建文，怎么不把校服扣好啊？多不庄重啊！吃饱了吗？我没钱吃饭。 吃饱了回家做功课啊！雅兰，建文又向你要钱啊？哎，我真不懂啊，你前世到底欠了他什么，让他今生啊来向你讨债？的确是我欠了他，我只有他这个儿子，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有，可是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。 连衣服和日常用品都是买最便宜的给他，有时甚至捡别人穿过的旧衣服来给他穿。要怪只能够怪我这个做母亲的，给不了他舒适安稳的生活。你都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他了，他还想要什么呢？你看你身上穿的衣服，穿了多少年了，你也不愿意买一件新的衣服给自己穿。我总觉得啊。 你是为了这个孩子而折磨自己。建文年纪还轻，不懂事。不过我相信他上了大学一定会改变的。他还年轻，不懂事，他都快要高中毕业了，功课一团糟，你还指望他能够考上大学吗？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伟明的事，对这个孩子感到愧疚。不要再提伟明了。 我虽然给不了建文很好的生活环境，不过只要我能力范围做得到的，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他。喂，我在北冰啊！来来来来，爽啊！哎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月的手机预付费没有欠你们了啊！哎，建文，你妈对你真好哎，你知道跟你妈说，妈没钱。 你妈最给你钱，如果我嫌我妈讨钱吃饭的话，我妈就会说浪费，家里没得吃啊，非得去外面吃，欠揍啊！好无聊哎！我的妈妈也是一样啦。如果我们的妈妈有她的妈妈，一般啊就好了。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她有什么好？啊，你妈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你妈可是。 孝顺儿，孝顺儿，你们的手机是最新的，用的书包也是高档的，这些我都没有啊。你爸爸妈给你妈妈讲，买部新的手机给你，不就行了咯？是啊，只要你开口的话，你妈肯定买一个新手机给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们想要吃什么？不如打包打饭，到你家吃，顺便打王者。放学到现在一场都没打，你看你看。 小乔都已经出来了，哎，你讲打都好，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生气什么？最差的不是我，最差的人在这里。
谢谢，明天见。慢走啊。嗯。我供啊！左边，去！顾那头嘞！顾哪里？顾右手边那边。左边又有啊！去哪里？右那边走啊！喂，等你啊！等一下。顶不到，我来，很远啊！哎，快，等我来啊，我来。哪里？在哪里？你们哪里？鬼下面啊！下面哪里？江边，喂，我这边啊！出门枪不小心的。我去上班了，不然呢？没有，玩游戏先报仇警啊！快点啦！哎，江了，江了，不要动我了！啊！
你啦，怎么弄这点兵？你可以不管我的吗？你可以继续玩的吗？讲一讲，快讲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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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里搞到那么乱啊！不好意思，伯母。啊，伯母，让我们来收拾啊！喂，你们别多事，也不要管啊，敌人来有啦。你们继续玩吧，我来收拾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小陈，你等什么？快点啊！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不是我要说啊，你们不要每次聚在一起顾着玩游戏，偶尔应该温习功课的。你防守啊，防守啊！你们看什么？这。过不久就要考试了，建文的国语比较不好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们跟他一起补习吧。国语不及格上不了大学的。知道了，伯母。你们认真点呐、敌人都来没看到啊？完了这一局，就开始温习功课了好吗？再说多念书总比打游戏的好。我准备些茶和饼干，你们一边温习一边吃哈。什么？没有心情啊，不要玩了啦！耳朵都要痛了，走开啊！喂，建文，建文，不好意思，要不好意思，伯母，我走先了。不好意思，伯母。喂，建文，建文，等一下。喂喂，建文，喂。夕阳西下，你在门前老树下，风雨不改，等我回家。每当我不听话，你却拿我没办法，默默沉住气，不给我惩罚。为命运挣扎，你把眼泪轻轻擦，但是我看见你的伤疤。你为生活累。喂喂喂，你走这样快做么？对啊，你妈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不理她？要是我这样对我妈，早就扇我两巴掌。你怎么两巴掌？我看我妈连家门都不给我进哦。喂。你这么过分，带我回家会不会？其实你妈真的是对你很好的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把你的家弄到一团糟，
他连一句半句都没有骂到你啊。对啊，其实你妈是很关心你的，她还叫我们多抽出时间来陪你读书，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。喂，你还走啊？喂，你终于肯停下。刚刚不说话，我们两个问了你那么多问题你都不回答。喂，你是不是和你的妈有什么事啊？讲啊，这么正经。她不配当我妈。喂，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？你不怕天打雷劈啊？我看你干脆不要再见人见人。如果当年他没有和我爸吵架，我爸就不会离家出走，他也不会发生车祸死了。我恨不得当时死的是那个女人，而不是我爸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爸死在床上的那个样子，更不会忘记那个女人是如何背叛我爸的。我恨她，我一生一世都恨她。建文，还没做完啊，先收起来，吃饱了再继续做吧。妈，不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这些让我来做，你收拾书本，爸爸就要回来了。嗯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爸，哇，这次要买什么礼物给我？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吧。哇，是 Ultraman， 好大，谢谢爸爸。你啊，又买礼物给他，浪费钱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建文啊，你出去玩吧，我有些事情想和你妈妈商量。嗯。爸，送死吧！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不管你答不答应也好，这是我最后的决定。我不要离婚，我说不要离婚。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。哦，照你这样子讲的话，就是你的爸和你的妈吵架呀。对啦，我爸跟我妈呢也是经常吵架的，早上吵吵闹闹，晚上就恩恩爱爱，像大人们说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。是啊，我和我女朋友经常也是吵架的，吵完就没有事好的。没事？不然还有什么事？这个女人这边和我爸吵完架，那边就去找她老相好来我家安慰她，不知廉耻的女人。怎么还没收拾啊？建文，建文，收拾好了吗？建文，建文，建文，你怎么啦？衣服还没换，东西也不收拾，再不快点我妈迟到了。我不想回外婆家，哪里都不想去。我们必须离开，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。不要走，我在这里等爸爸回来。建文，不要闹脾气了，我们不能住在这里了，爸爸也不会回来的。待会文山叔叔会接我们去车站，我们先到外婆家，然后才见爸爸，好吗？不好，现在想见爸爸。好了，去换衣服。嗯。亚兰，亚兰，不好了！亚兰，亚兰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亚兰，文山，亚兰，什么事啊？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？伟明，
伟明出车祸了。死者陆伟明死亡时间上午10:30。爸，医生，我是他的朋友，这是他的太太。你先生发生车祸，内脏严重受损，而且失血过多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怨恨你妈妈？哦，难怪你对你妈妈的态度这样恶劣啊！是她害死我爸的。如果她没和我爸吵架，我爸就不会发生意外。如果我爸还在，我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个样子。说到底，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的。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回来了。妈妈，送给你。哇，你画的吗？嗯。这是什么？
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，然后这是我画的家，美吗？美。这是画来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啊？昨天爸爸和我说的啊，他还说今天会早回来陪我吃饭，吃完饭就可以陪我玩了。你呀、就只知道顾着玩。我还记着你的生日啊。哎，这八个字是谁教你写的？妈妈，您养我小，我养您老，是许生亮老师教我写的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这八个字的意思呢？有啊，许老师对我们班上的同学解释说，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让我们能有机会读书学做人，将来在社会上能做个有作为的人。当父母年纪大了老了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父母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好好回报父母对我们的无私付出。徐老师说的对。我一定会牢记这句话的。您养我小，我养您老。妈妈，妈妈，时间到了，该吃药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到时间吃药了？爸爸出门前，我叫爸爸帮我调闹钟，闹钟响就知道妈妈要吃药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生病很辛苦是吗？有你在身边照顾我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妈妈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这样才可以陪我读书。好的，妈妈答应你，会尽快好起来哦。打勾勾。喝水吧。哎，建文，你回来啦！妈妈留了饭菜给你。你先去洗个澡，我弄热你就可以吃了。你还可以煮出什么好东西来？不就是洋葱炒蛋之类的烂东西？这些东西还去给乞丐，这乞丐都不吃。建文，建文，建文，出来吃炒粿条吧。建文，妈妈给你买了美食档的炒粿条，你最爱吃的那一档，出来吃吧。建文，你睡了吗？你可以不要吵嘛，你很烦啊。我把炒粿条放在桌子上，你饿了就出来吃吧。都叫你不要吵了，每天唠唠叨叨说个不停。如果不是看你可怜了，我早就离开这家了。
不用说啊，又是你的宝贝儿子不吃的饭菜咯。还能吃，干嘛要浪费？你就不浪费，可是他就一直在浪费。我啊，真的搞不懂了，你是什么心态？你不是不知道，自从伟明走了以后，建文的性格变得乖张、蛮不讲理。他原本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，有快乐的童年，有个疼爱的爸爸。可是现在他失去了一切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所造成的，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他呢？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局面了，你还要委屈自己吗？难道你想建文怨恨你到老？还是你想让建文对着你永远的折磨他自己吗？有一句话，被恨的人没有痛苦，恨的人却终将遍体鳞伤。难道你忍心让建文折磨到这个地步吗？我觉得啊，你应该要把真相告诉他，让他知道是他爸爸对不起你啊。伟明在建文的心目中是个好爸爸，我不想破坏好爸爸的形象。你别老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好不好？你这么做你不觉得累吗？我看见你啊，我也觉得累。哎，算了，这么多年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你啊太固执了。你肯让我在这里工作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算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。还讲这些干嘛？都这么多年朋友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月的薪水。哦，谢谢。出粮了，就买些好吃的吧，别老是吃这些隔夜饭菜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放心吧，我身体没事，我们这些劳碌命没那么容易病倒的。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劳碌折磨自己啊。唉，不劳碌怎么生活？家里吃的喝的，建文的教育费、零用钱都是要用到钱。当年啊，如果不是伟明的关系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其实我这一辈子除了建文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目前对我来说，儿子是最重要的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你知道我是对你，自从伟明走了以后，建文对你的态度也大大不一样。以后我们母子俩的事你就别管了，我和你是不可能的。建文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你看妈妈买了什么生日礼物给你。妈妈买了一双新球鞋给你，你看喜不喜欢？这双鞋子啊可不便宜了，要100多块，不过我相信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。你就试给我看嘛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你不是一直都很想买一双新球鞋吗？现在买给你了，为什么不高兴？是，我是想要一双新球鞋，但是不是这种便宜货。我朋友穿的都是名牌，你买不起就不要买。你要我穿这种便宜货去给朋友笑？你不要面子，我要啊！建文，建文。见
哇，这一两个月啊，生意都很好，真的很不错。雅兰，雅兰，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啊、没有啊。哎，这酱好辣哦。这个酱好辣。你这种骗小孩子的话，也可以对我说。告诉我，是不是建文又惹你生气了？我没事，你不要再问了。你越是这么说呢，就证明一定有事情。我们今天才认识吗？你说，告诉我吧。陆建文，你给我站着。齐文山，我家不欢迎你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没有兴趣听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对我可以这么没礼貌，对你妈更是目无尊长。齐文山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就不要插手我跟那女人的事。什么那个女人？那个是你养你的母亲啊。她为了你省吃俭用，都吃你不愿吃的隔夜饭菜，就是为了要存钱给你买球鞋啊。你不珍惜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还要说那些话伤她的心啊？你到底要折磨她到什么时候？文山，别再说了。你来得正好，我在替你教训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。喂，你以为你是谁哦？你凭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没资格，那你妈有资格了吧？资格？齐文山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根本没有资格管我。建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这臭小子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我跟你妈是清白的，什么奸夫淫妇，我要你向你妈道歉。我为什么要跟她道歉？你们根本就有奸情。你们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啊！如果不是你们两个搞暧昧，我爸就不会死。我爸是被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的。建文，是谁叫你胡说八道的？你打我，你为了这齐文山打我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！建文。喂，你叫我们出来，那么东西给我们做，你在街上走来走去，很无聊啊！真的是很无聊哎，哎，不然去你家啦，我的脚已经很酸啦。我不想再回去那个家。哦。喂喂喂，怎么？你要和你妈妈吵架是吗？还是被你妈妈赶出家门了？怎么可能？他妈妈那么孝顺他，怎么会把他赶出家门？哼，我看八成呢是有人在闹脾气，不想回家。你们啰啰嗦嗦鸡婆什么？反正我就是不想要回家。你不想回家，又不给我们回家。喂，你今晚真的是打算露宿街头啊？你们可以不要那么麻烦吗？喂喂喂喂喂，现在是你不想回家，然后说我们麻烦，到底是谁烦谁啊？哈？哎，其实尽管做梦，你不要回家。那个女人居然为了一个贱男人打我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，原来就是被妈妈打而已啊。我和她都经常被妈妈打的啦。等一下，你就当作平时这样子，没有事情回家。你妈这样疼你没事的啦。她可以当没有事，我不可以啊。我和她一起生活，吃的是冷饭菜汁，连我想要一双球鞋，他都买不起给我啊！如果我爸还在，一定不会这样的。可是我们就觉得你妈妈很疼你啊！你们这些有家庭温暖的，又怎样会体谅我这种单亲孩子的感受？总之，我讨厌这个女人，是她害得我生活变到这么糟糕的，我恨她。好，别生气了。我们两个呢，现在陪你去打桌球发泄一下。不过发泄完了，麻烦让我们回家。我们不想露宿街头，走了，走啦，女生家，走啦，走。
文山。亚兰，建文回来了吗？建文还没回家，他一定在生我的气，我很担心他在外面会发生什么事。他这么大个人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想出去找他。那不然我过来陪你一起去找他吧。不了，他看到你会更生气的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有什么事情的话记得通知我。好的。喂，大哥，我带你来打桌球是让你发泄的，不是叫你用球打在我们的身上发泄的。算了啦，谁叫他心情不好。喂，到你去捡球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混蛋坏了我考试害我输钱，原来是隔壁班的高德强同学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既然都是同一所学校，那就当没有意思哈。我还管你是故意还是无意的，总之你就是要赔钱。50零级拿来。什么五十零级啊？喂，你们分明在欺负我嘛。你害人家输球就想一走了之，赶快赔钱，不然会让你好受的。你喂，大家都是同校同学，讲下道理好不好？算啦，不要管这两个野蛮人，我们继续玩我们的。你讲谁是野蛮人？谁赢我谁就是野蛮人哦。喂，你很嚣张啊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不像人？你敢？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闹事啊！还有，我这里是不准赌钱的，你们两个给我出去！哈哈哈哈，听到没有？盛哥说这里呢是不允许赌钱的，滚吧！盛哥，我们没赌钱这回事，我们敢闹这玩罢了的啊！别啰嗦，你们给我出去！还不走？滚啊！怎样？心情好一点了没有？好一点的话就回家了，不然会被你的妈妈担心的。对啊，我们呢就陪你那么久，该发泄的也发泄完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不然啊，我们的妈妈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看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人就在前面。哎，白天真是不要讲人啊，冤家路窄啊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，老是遇到这三个倒霉鬼，看来破财挡灾的还不够啊。我们回去啊，要冲花凉洗煤气，把那些煤气都洗掉。人见我看得多了，见人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还要一次过见两个，今天真的很倒霉啊。哎，人说啊，心见口见，当然样子也是跟着。喂，你说话，要打架了。建文，你吃过了吗？哈，来，妈有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你的嘴角也受伤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建文，有一句话说，被恨的人没有痛苦，恨的人却终将遍体鳞伤。难道你忍心把建文折磨到这个地步吗？Thank you.
喂，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吗？还有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，出去。你跟人打架伤成这样，我都还没骂你呢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是，什么都不用我管，万一被人打死了，我也不管，是不是？给我坐下。坐下。伤成这样，痛啊！你也知道痛啊，我以为你是不会痛的。我是人来的，当然会痛啦。轻一点。不大力揉的话，这些淤青是不会散的。忍耐点吧。怕痛的话，以后就不要去跟人家打架。要你管，你得空去管那齐文山，不要管我。我知道。你还在为了刚才下午的那巴掌生我的气。自从你爸走了以后，家里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了。我又没有念过什么书，除了会干这些粗活，我还能干什么？幸好这么多年来都有齐文山在帮助我们母子俩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和他之间的事，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你要背叛我爸。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如果我和齐文山之间有暧昧的话，早都有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齐文山是怎么想的吗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更在乎的是你怎么想。你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我和齐文山之间是清清白白的。那是你的事，你不需要和我交代。我只知道，那次你和爸吵架，然后你很生气，盖了他一巴之后，他就没有回过来了。难道这些和齐文山一点关系也没有？你要怎么想，我根本管不着。总而言之，建文，妈妈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爸爸的事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。好了，我去把饭菜给热了，待会你出来吃。今天是你生日，我弄了两粒红鸡蛋给你，生日快乐。亚兰，建文昨晚回家没事吧？昨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，手肘和嘴角都受伤了。我问他是不是跟人家打架，他也不回答我。到现在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这个孩子啊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清醒？真是。是的，老师。什么？学校开除建文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我再就过来。你好，我是陆建文的母亲。刚才他的继任老师打电话来说，校长要见我。哦，校长在会客室等您，请进。谢谢。请进。校长，
我是陆建文的母亲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学校要开除建文啊？他昨天和隔壁班的同学打架，今天家长投诉说建文打伤了他的孩子。黄女士，我们学校一向非常注重学生的纪律，打架事件绝对不允许发生，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。可是建文也被打伤了，昨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有问他为什么嘴角和手都受伤，可是他就是不回答。你身为孩子的母亲，建文在校外打架差点闹上警察局，他没说，你也不追问事情的来由。被打伤的同学说是他先动手的，吉仁老师问他，他也没有否认。建文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记过了，如果这次记满三个大过，我必须根据校规处理。什么？三个大过？你看，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，你也不知道。他逃学、顶撞老师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身为母亲，也没把孩子教好，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，还能怪谁呀？校长，是我没有做好做母亲的本分。可是就要大考了，如果学校现在开除建文的话，哪里还有学校肯收留他啊？如果不考试就没有文凭，没有文凭的话，他的前途就没有了。校规定了，他不遵守，现在才来求情有什么用？我劝你还是多关心他，花点时间看着建文，否则他去到哪一间学校还是一样被开除的。小张，我求你，小张，我求你为了孩子的前途，你就通融一次好吗？小张，我求你，小张，我求小芳通融我的儿子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以后建文不会这样的，他不会再犯错的。别这样。你是你别这样。小张，建文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的书念的不多，是我不好，我不会照顾孩子，我不会管教孩子。小张，我求求你让他在这里继续念书，他的前途非常重要。好好，我先向对方的父母谈谈，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好不好？好，小长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小长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跟对方的父母赔不是，我跟他们说对不起。好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，谢谢。校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建文，哎呀，你们母子俩到底什么事啊？妈妈跪完孩子又跪，来起来，我们有话好好再说。校长，我求求你不要开除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总是不听妈妈的话，在家里又不理睬她，有什么事情又不告诉她。直到刚才，我跟她为了我跪下来求你的时候，我真的知道我做错太多了，我一点都没有珍惜过她对我的疼爱，校长。我求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改的，我以后都不会再闹事了。你如果一直会这么想，就不会搞成这样的局面了。我刚帮你和对方的父母谈过了，他们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情。学校方面，我们就大事化小处理吧。我记你这一次小过，但是你要记得，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。
下次再犯的话，我再也帮不到你了。你别再辜负妈妈对你的期望。我知道了，校长，谢谢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犯了。喂，李主任，什么？建文的妈妈在校外发生车祸，已经被紧急送院。建文，医生刚才跟我说，你妈被车撞到，头部先着地。虽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可是她什么时候醒来，就要靠她自己的意志力了。也许是三天、五天，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醒。爸，我是建文啊，你醒醒好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妈盼的就是你叫她一声妈，你现在肯叫，她却听不到了。建文，有一件事情你妈一直不让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样的情况了，我觉得是时候要把真相告诉你。真相？难道和我爸有关？是的，其实当年是你爸向你妈提出离婚，因为你爸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他不要你们两母子，你妈接受不到，所以才跟他争吵。你的脸色那么难看，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啊？姚兰啊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也吞吞吐吐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和你离婚。离婚？伟明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我在外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很爱她。我知道你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她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如果我不答应她和你离婚的话，她就会做出一尸两命的事。你就当做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俩。我知道你很疼爱建文，所以我不打算带他走，你就成全我们。不要碰我，不要再碰我。你考虑清楚了，就在这里签个名，今天过后我就不会回来这个家。什么好？你跟我说，他有什么好？伟明，你说话，你回答我，他有什么好？值得你这样为他抛弃妻子？这两年，我能爬上经理这个位置，完全是靠他的关系。他是我大老板的女儿，只要你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个名，往后你们的赡养费还有建文将来的教育费，我都会安排妥当，你不必担心。不可能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的。
我不要离婚。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不管你答不答应也好，这是我最后的决定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离婚。我要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你答应好不答应也罢，这就是最后的结果。建文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跟你妈有关系的话，在你爸离开后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文山，这么急找我有事吗？你不会不知道我找你什么原因吧？是亚兰叫你来找我的。魏明，你真的决定要走这一步吗？你知道你这个决定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，对亚兰是最无情的打击。你醒醒吧，你可能是一时的冲动，也可能是逢场作戏而已。我们三个都是同窗的好朋友，我不想看到你和亚兰走到这个地步。当初你答应我你会爱他一生一世，所以我才……文山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和亚兰已经缘尽了，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你当作是帮我或者是帮他也好，请你好好的照顾他们母子俩，我会定期给他们赡养费的。你不管亚兰答不答应也好，我已经单方面向律师申请离婚了。我和倩文会移民到国外，从此不会再回来马来西亚了。为了你的前途，你竟然抛下他俩母子不管，达到你荣华富贵的目的。你说你会照顾他一生一世，给他幸福的。他也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穷，还愿意跟你同甘共苦的过日子。你呢？背叛他的是你，伤害他最深的也是你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，他的痛苦呢？你叫他们两母子以后怎么过活啊？再说，亚兰有什么比不上你那个大老板的女儿？你说。文山，我们三个人之中就只有我是大学生，你还好，起码你读到高中。亚兰呢，他学历又不高，在工作上他根本帮不上我忙。倩文他就不同，论身份地位学历，他就是我未来前途的贵人恩人，你懂吗？你母子，你好好的照顾他们吧。对，我对你妈是有意思，可是你妈很疼你，她一直顾虑你的感受，哪怕她多辛苦，她都不愿意我帮忙，更不接受我对她的好。她一直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你。你知道你妈很疼爱你吗？妈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对你这么坏，你却就是为我着想。他何止为你着想？当年你爸有了外遇，他也不让我把真相告诉你，他怕你知道后，你会很难过。
我在外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很爱她，她已经有了我的孩子。如果我不答应她和你离婚的话，她就会做出一世人命的事。你就成全我们吧。为什么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么多？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他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你开开心心的过活。有些事情啊，就应该一早就让你知道，才不会搞到今天这个局面。爸，你醒醒好吗？妈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听你的话，我会努力读书。你醒醒好吗？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的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妈，你醒醒啊！建文，你妈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学业。你快要大考了，你真的要好好读书，别再让你妈担心了。经济方面，你不用担心，文三叔一定会支持你。文三叔，对不起。以前是我不好，误会了你。谢谢你还愿意帮我。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提来干嘛了？最重要的，就是现在你明白了。以后要好好照顾你妈，真的要好好做人啊，知道吗？我会的，我不会再让她担心我。如果你妈能够听到你这一番话，她一定会感到很安慰。每当夕阳西下，你在门前老树下，风雨不改，等我回家。每当我不听话，你却拿我没办法，默默沉住气，不给我惩罚。你为命运挣扎，你把眼泪轻轻擦，但是我看见你的伤疤。你为生活累垮，从不怕天崩地塌，坚强
上变化，孩子都已长大了。刚刚德强他们约我去网咖打游戏，我拒绝了。我答应过你会好好读书，我没有食言哦。昨晚我第一次下厨，被那些油弹到好像在打仗这样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你以前煮东西给我吃是这么累的。等你醒来换我煮给你吃啊。对不起啊，以前我总是嫌弃你煮的洋葱炒蛋不好吃，其实我很喜欢吃的，只是我想要弄你生气才说出那些话。我的大考要到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考出好成绩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好吗？文尚书。哎，建文，拿到成绩了，考得怎么样？文尚书，我不敢看，你帮我看。哎呀，看就看了，反正你都尽力了，最坏打算也是考不上而已嘛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啊，这个成绩怎样？确实是很差。全部亏的，你考上了。真的假的？很好，很好，我成功了。哎，去哪里啊？我去告诉我妈，我考到好成绩。啊，去去去去。妈，妈，妈，妈。你叫我妈妈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你不是在做梦啊，这是真的。妈，你不能再睡了，我要你健健康康陪我长大。这次的车祸换回你这个儿子，妈妈死也值得。妈，我不仅乱说话，你以后都不可以有事。是啊，你
对了，妈，这是我的成绩单，我考上了 STPM 吗？听你的话，努力读书，我没有食言。太好了，真太好了。对了，护士小姐，我妈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、啊？医生刚检查过，明天就有报告。如果一切没有问题，你妈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妈，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。惊喜？嗯。收拾完了，来，哦、帮你。哇，我的儿子真的很不错。以前连衣服都不肯折，现在竟然会收拾东西。我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。是吗？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等一下回家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妈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我想要去佛堂还愿。好啊。我也想去许个愿。嗯，走吧。嗯，来，小心，小心啊。嗯，慢慢，慢慢。好的。来，来嘛，小心点。嗯。哎、嗯，这双球鞋。这双球鞋是我生日时候你送给我的，你忘记了？不过那时候你不是说不适合吗？不管妈妈送什么，对我来说都是最适合的。走吧。小心，妈，你看这些全部我布置的。哇，很美啊，很有新年气氛啊。来，我们赶快进去，我给你看一些更有新年气氛的。哇，连家里也布置好了，真的很干净，哇，一尘不染哎。我打扫的。你是知道我今天回来，所以特地打扫干净的，是不是？才不是！你住院这段期间，我每天都打扫家里的，只是考试那星期有点累，所以就拖了两天喽。那意思说以后我不用再打扫了？你不止不用打扫，你看，噔噔！你别跟我说，这些都是你煮的。你住院的时候都没人煮给我吃，所以我就自己下厨咯，学下学下去学了这么多菜色。以后你可以自己煮给自己吃，不用再嫌弃我煮的饭菜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。你辛辛苦苦买球鞋给我，我嫌弃；你辛辛苦苦煮饭给我吃，我也嫌弃。我从来就没有珍惜过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还要处处顶撞你。
我一直以为你和文三叔有路，爸才会离开我们。但事情的真相，原来是爸不要我们。你还一直怕我难过，隐瞒着我。这些都是齐文山告诉你的。你昏迷的时候，都是文三叔照顾我的。妈，文三叔真的对我们很好。如果你想要跟他发展，我不会反对的。你一个人照顾了我这么多年，是时候找个班来照顾你了。今天是除夕夜，怎么说这些？以后再说吧。雅兰，建文，我来了。妈，你的以后来了。今天除夕夜，我来给你们拜年，来拿着。谢谢你，文三叔。谢谢。哎呀，不谢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听你们说什么以后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刚才和我妈说，她一个人照顾我这么多年，是时候找个伴来照顾她了。哎，对对。啊，怎么会说这些呢？哎，不说了，来，我们一家人坐下吃饭吧。一家人吃饭。对啊，一家人吃饭，你吃不吃啊？一家人，一家人吃饭，吃，一家人吃饭嘛，好好好。来，大家吃饭。妈吃饭，文三叔吃饭。来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嗯。哟，我试一下这个煎蛋。妈，你试看我的洋葱炒蛋，好不好吃？哇，很香了。嗯，这些我上网学的，厉害没有？太厉害了。你先吃嘛。多吃，谢谢妈。哎，快吃！对了对了，除夕夜嘛，我差点忘了。来，文三叔给红包你。谢谢你，文三叔，祝你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。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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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的呢？哦，哎，有啊有啊，给我看。这是你的，步步高升。谢谢妈，祝你长命百岁。幸福美满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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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快吃，好不好吃？嗯。我要试一下这个鱼啊。比我煎的还要好吃。吃鱼，吃鱼，吃鱼。这个鱼。谢谢，谢谢。文三叔，哎，来吃一点啦。哎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工程师，结了婚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有今天的成绩。就是因为妈妈从小对我的付出和照顾，是那场意外让我学会了珍惜妈妈对我的爱。您养我小，我养您老，这是我对妈妈一辈子的承诺。现在每个星期我都会抽空回家陪妈妈吃饭，过年过节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光，更是我和妈妈最珍惜的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道理，我一直都深深明白。所以趁亲人还在，绝不能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。不成咒怨，感谢你给我恩惠，心再痛再累也无怨无悔，有生之年有你相随，情愿苦情愿受罪，都为你奉献，说出了心里话，一辈子爱你，我爱你不常挂嘴边，不会用言语表达这一切，但是我爱在心扉，就在身边，不曾抱怨。感谢你给我安慰，你人饶人怨，爱那么珍贵，永远记得你的教诲，你的爱一生心甘情。